声不够多，欢呼声也很少，好像不太喜欢我吗？来一下欢呼声好不好？哇，这才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高兴，让文心357年才做第二届酒，然后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参加咱今天的这个晚会哈，啊，小我非常的欢喜。啊，今天可以看到眼前都是啊，我们大概年轻一辈的比较多一点哈、哦，所以比较喜欢听轻快的歌曲。好，接着我来唱一首怀念的老歌主曲，好不好？古柏乡的刘龙妮，那个迄个小姑娘，个妈妈，请你也播上来，谢谢。
的时候，他才会边唱边放后面那个烟火，啊、好漂亮哦！刚刚你唱的时候怎么都没有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还是先跟啊现场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问个好，好，祝福各位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拢也让多赚钱哈，然后可以加薪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然后我希望啊我们的 DJ 老师啊帮我把监听再开大一点，不然我哦对。有点吃力的，所以等一下麻烦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PA 把这个这里的监听喇叭开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而且你看，小哥你可以欣赏后面的这个烟火，你看好美哦，这个烟火是为了我，特别是为了五府千岁。今天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五府千岁啊！对对啊对啊对啊对。本身这个小五哥有这个宗教信仰吗？哎，我是佛教。佛教哦，所以应该有来过这里南昆生吧？我有来过两次，两次哦。对，有一次是来挂音哦，对，我跟着我妈妈来挂音，而且是来表演。这里很重人情味，我们接下来这边主持他一送我们艺人那个一个那个一个平安符，平安对，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信那个啊庇护潜水，庇护潜水 ，OB 呢 ，OB 呢，对，而且我据说我妈妈曾经在重病的时候，那个 OB 呢有到我家来救过我妈妈，哇，真的，这是我妈妈亲自告诉我的，所以说哎，今天这个场面你来看到应该算是你看很绝无仅有了吧，我们这里我们这个要报这个金。是世界纪录了，因为这个真的这个大叫算是百年难得一见，所以说我说今天我没有戴耳机过来，对啊，所以我那个监听的听不太到啊，对，那位老，但是还是唱，但是还是唱得很好哎，对呀，我不能唱得不好啊，哇，歌王就是歌王啊，对呀，那我觉得现在这种感觉正好。后面放着烟火，前面听小五哥唱歌，这感觉是不是很棒？人生一大享受。那小五哥接下来带来什么好歌曲？继续为各位带来去年最 hit 的歌曲哦哦，《浪姐的坚持》。
那你也坚持啊，咱们坚持做出一下。重来吗？没关系哈，他跳针，跳针，跳针，跳针 ，OK 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啊，大家朋友可以多享受，看我一下。OK。现场年轻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唱这个硬嘎的歌曲哈，转音比较多，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啊。好，但是哈，
我希望大家也多多听听演歌的歌曲，但是呢，最后一首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，一定会喜欢啊！就是希望各位朋友哦，勇敢的讲出啊，我爱你，跟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那我要勇敢的讲出我爱你这句话。这句话叫做一生只有你，谢谢，拍手鼓掌一下好吗？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到。